大家好，今天是五月二十四号，星期五。今天的盘要从昨天晚上来说明、哦、那呢，我昨天呢整天都在讲、哦、我们的中贵啊，我们的啊二四八六的一拳、哦、所以呢，昨天都没有讲到呢期货跟选择权，今天要补讲。那呢，今天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之旅。还记得我昨天有提到吗？哦，虽然没有讲期货选择权，可是我有讲。 我都在做空哦，那都在做空的理念呢？昨天也忘了提了，本来呢想说有时间要提，忘了提。那今天补提来，这个盘哦，明明在十日线之上，两万一千六百点之上，为什么周董一直想做空？来揭晓答案。其实呢，这个盘是这样，它呢一直在十日线之上呢，固然是多头。 哦，固然是多头，可是呢，我深深的以为啊、哦，盘啊、哦、不可能天天过高。那如果要天天过高，要怎么样？量要天天比昨天大，好、哦，天天比昨天大。当然啦，你会说呢，那价量背离也可以啊，没有错是可以。可是呢，价量背离的结果，它呢要求多头的条件更多更严苛。 也就是呢，天天要大涨，你价量背离没有关系啊，你背离到了极点啊？一天成交两千亿都没有关系，你就是天天要暴涨。如果没有的话，没有的话，昨天晚上崩跌三百点，哦，这就是为什么呢？我要做空的原因。当然，做空呢，昨天夜盘，哦，为什么没有空到呢最高点？我等一下也会讲啊、哦。可是呢，我的想法就是这样，也就是呢，我不认为。 好，这个盘有机会天天过量，天天高啊。那、哦、如果可以的话，相对的，我愿意做多，好不好？好，所以呢，这个大盘呢，还是回到原点啊。我说呢，凡事要要回到数学。你这辈子自己乱想做多或乱想做空，一定会输得一败涂地。听我、哦、一句话，股票。 其实比期货选择权更难，因为股票可能像我们的中贵横盘一整年，最近暴涨，了解吗？你抓不到。可是呢，期货的选择权呢是天天都有不断不断的大波动，了解吗？你就去把波动做好赚好，千万不要去想波段哦。那波动要怎么做？我讲过，要靠数学哦。数学是怎样？抓关键价哦，抓十日线，抓期货开盘价，就这样抓。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我说呢，我们做波动，做波动而已，我们要做波段哦，周董不做波段哦，做波动哦，做波动一到两个月就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好、啊，两千点的机会。那现在呢，每一天我都要跟你对账，哦、啊，就像我呢，我天天跟会员对时对价一样。什么叫做对时对价？也就是我发讯以后。 有没有这个价格？哦，我发讯过后，下一分钟、下下分钟有这个价格就成交，哦，就这样。然后呢，我卖出的时候呢，下一分钟、下下分钟有这个价格就算我卖出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我告诉大家，一到两个月绝对有两千点的机会可以掌握。那怎么掌握？来，啊、哦，不是像你这样子想的，哦，什么呢？做个波段上去，哦，然后呢，再下来，再上去。 好、哦，乍看一下赚好多，对不对？事实上呢，你根本就亏一屁股。波科 g 也得忌，这个东西是永远不可能的，波段是永远不可能的，好不好？不要想挑战周董，挑战周董的呢，我说呢都会很惨，好不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我们怎么做？哦，四二九六，记得四二九六怎么做？三四一，好，有没有看到？有扣讯。 对时对价哦，那这个就可以登记在我们的记录里面。三四一掌握了，一六五九十一一零一一二零八十三一一七输了四十六点要扣掉啊、哦，加三十六九十五一四零一零六三一八二三四七三七这个单子我也讲过，我们本来是做波动，了解吗？ 可是因为买的太低了，所以呢就留着，留着会怎样？留着呢，让今天呢反弹的时候，好、哦，大概在最高五七零的时候，可以呢有这样的获利啊、哦，可以有这样的获利，好不好？你也看到哦，对时对价哦。那你看不到呢，我这个荧幕哦，你就必须呢看不清楚嘛，对不对？你就必须呢截图哦，也就是把它照相照下，来，照相照下来以后呢，你无限放大。 你就可以发现，的确呢有买到这个价格，好、哦、去对这个时间，去对这个价格，时间在哪里？五月十三号，哦，下午，哦，有没有看到？下午十二点十二分，哦，果然呢有这个价格，好有这个价格呢，然后一路这中间呢还换月，哦，做到现在就这样，好了，这个本来是叉叉叉，对不对？变七三七，好，四五三二一五六十四八七二一三九十一一五三。 二八四九十八，4, 98, 好，这是昨天做的，好、哦，昨天做的，好，那昨天做的呢也很简单嘛，你可以看到期货开盘价之下，啊、哦，破切有没有？所以呢，在这个区间空，好、哦，可以赚九十八点，好、哦，这就是我的能耐，好不好？所以呢，刚刚全部的成绩加起来，果然来到了四二九六点，这就是我的证明。等到六月一号的时候，它会归零。 归零，好、哦，那归零呢？我会重新计算，因为我答应你嘛，一到两个月绝对可以掌握两千点的机会。那两千点的机会就是要这样如实的啊、哦，按表操课，有没有看到？有证据，每一张都有证据，哦，都有证据，好不好？那全部加起来呢，果然是四二九六点。所以呢，想要做波动的周总，欢迎大家，好不好？直接呢参加，记得哦，免费的、哦，这个是免费的、哦。 免费，免费，免费参加周董的 live 哦！这个 live 呢，你开了镜头，扫呢这个 QR code 这块，扫这块 QR code 呢，你按加入就可以了。那呢比较困难的是，你到 ID 哦，也就赖的 ID 里面去搜寻哦，搜寻呢小老鼠 KING 八八一六八，这个比较难。那最简单的是什么？最简单的是打电话零二二三二一九九三三。 一通电话，周董呢保证你绝对可以加入免费的齐全大生，稳定的掌握一个月到两个月两千点的机会，好不好？来，所以呢，老生常谈呐、啊，我们就是要抓方向，期货选择权才会稳定赚。那方向在哪里？讲起来是不是很空洞？我说不空洞哦，我有数学哦，我有数学哦。什么叫数学？很简单嘛。 你从小到大，不要跟周董讲你没有学过数学，啊、哦，如果你讨厌数学的话，周董呢、啊、提醒你，如果你讨厌数学的话，你就不能自己做期货选择权，你要跟着我，好不好？那如果你不讨厌数学的话，你就可以呢加入刚刚那个免费的群组，跟我一起，好不好？把那个数学，好、哦，把我们的现货关键价实现、十日线、期货开盘价，把它学清楚。 你就可以抓到方向，了解吗？那呢？昨天哦，昨天五月二十三号补讲哦，这边放空应该没有问题吧？有没有？开盘价，开盘价之下空空，空方破切，空方空个区间，对不对？停损脸色这里，摸来这边空到，对不对？赚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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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赚到这里，哦，九十八点，就这样。好，那呢？五月二十四号要怎么看？ 哦五月二十号要看这一张，这一张是昨天的夜盘，周董没有做，那为什么没有做？答案呢，我细细来讲。我还是看空啦，对不对？所以呢，昨天晚上呢，我修有没有？他上来以后呢，我还是放空这个区间空呢，我大概自赚四十点，哦，有杀到五七零，然后呢，赚了四十点以后呢，弹起来呢，我就不敢空了，为什么？ 美股萧萧，了解吗？也就是美国股市呢，其实呢，昨天晚上涨得很诡异。那我要期待它反转吗？除非我是神啊，否则的话呢，不要跟它斗，了解吗？那我美股萧萧之后，你看到周总呢，陷入了天人交战。怎么叫天人交战？我明明知道台湾股市这个大盘不容易天天创新高。 更何况呢？今天跟明天，对不对？阿贡要演习，了解吗？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我就画一条上升轨道啊、哦。什么叫上升轨道？如果是多头的话，涨一定是红 K，红 K。那呢，红 K 呢一定有低点，低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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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连 D, 有没有看到？就这样啊。如果呢这个盘是真的话，涨到天上去了，就没有，对不对？没有的话就该死，好不好？就该死，好不好？ 怎么样？开始，这个黄色框框呢，应该要放空。周董没有空，原因是美股萧校，好不好？美股萧校。那既然美股萧校的话呢，我就跟会员讲，等明天好了，等明天啦、啊。好，那等明天。结果呢，就眼睁睁的看，哦，眼睁睁的看什么？他先杀一百九十点，哦，先杀一百九十点。 哦，快要两百点啊、哦！再弹一百点啊、哦！这时候呢，我就去睡觉了，好不好？这时候几点？哦，这时候呢已经十二点了，十二点哦，困了，好不好？就去睡觉了。好、哦，那睡觉以后呢，你可以发现它又破切了，有没有看到？一路崩盘。那总共呢，二一六九一，昨天晚上啦，昨天晚上呢，二一六九一，好，一路跌到二一三九零。 傻爸点，三百点，那很多人会幻想，幻想什么？六九一放空，三九零回补。我说呢，梦归梦，盲不要迷茫，好不好？不要做梦，好不好？你最多最多呢，跟周董一样，在这个区间空，了解吗？当回补呢，可以在这边补，了解吗？可是重点，今天大盘怎么走很重要，好不好？ 所以呢，现在呢，已经呢往下跌了三百点了，大盘呢，已经呢有一个弱势啊、哦，弱势，也可以说多头止涨啊，啊、哦、止，停止啊止涨啊弱势。然后呢，周总就跟会员讲，啊，今天一大早，我说呢，那就找空空点好了，对不对？找空点，哦，那找空点的话，相对的要看什么？看这个了。 看这个了，这是什么？这就是现货，好不好？现货呢，如果你够厉害的话呢，今天要收满线。什么叫满线？开低走高，开低走高收最高，开低走高收最高。如果呢，你今天现货呢没有收满线的话，相对的这个反转啊往下的力道就会出现，好不好？但呢，它满不满线呢？其实我不管啊。哦 周董呢，就是看它一路涨，啊、哦，那你还记得吧？我刚才是不是有个有个单子？昨天夜盘的 K 线，昨天夜盘的 K 线，有没有看到？它是不是跌到这里？三九呃二四九零啊四九一四九一呢？后来是不是谈到五九五左右，对不对？所以呢，周董认为呢，在这一边在这一边应该有机会放空。 哦，在这边应该有机会放空，那有没有机会呢？答案很简单，哦，有没有机会呢？就来等吧。有没有看到？哦，有没有机会？有没有看到？果然呢，在这边有机会，所以呢，这边呢就做了一个空单往下。哦，那图呢？我好、哦、图，我下礼拜一的时候。 会剖出来。今天比较没有时间，因为今天的录影呢提前的更早，好不好？图图下礼拜一会剖出来，所以呢，我们这一段的空方有做到啊、哦。那后面会不会再做一次？等一下呢，我们录完影的时候呢，我会再看，哦、我会再看。那答案就很简单啊，这边跟你预告啊、哦。那如果呢这个盘够稳的话呢，这边是不是有个低点？这边是不是有个低点？这边是不是有个低点？对不对？这个低点呢，把它连起来，你就不要破。 你就永远不要破，你永远不要破，永远过高的话呢，你还有机会；否则的话，三九零见。什么叫三九零？加了二一三九零见。那二一三九零看到以后，看到以后，如果空头是真的，麻烦你跌到一五零，跌破两万一。如果空头又是假的，又是假的，不要抖啊，会再弹一次。 好不好？就这么简单。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我们的教学都是呢有所本的，也就是呢告诉你，诶我们怎么想的，我们怎么做的。那这些教学呢都在刚才的免费的网站里面。所以呢，周总告诉大家，我只做波动，我不做结算。那呢，不做结算，反而有高获利。这是指的是选择权，好不好？选择权，好。那期货通常也不做结算了、啊。 好，这是、个、选择权。选择权为什么呢？这礼拜会四十倍。上礼拜四到这礼拜三，好，五月四 W 总绩叫四十倍，怎么做的？来，百分之九十一一三二二二七十六一三六一八三七八七一二一二七二一四八二。你有没有看到？所有最大的绩效都在礼拜三，都在礼拜三。 你就知道礼拜三有多重要了，了解吗？那礼拜三呢？周董只靠一张表，这张表呢会告诉我外资呢要往哪里做，往哪里做，了解吗？这张表呢无往不利。那你一定会问，啊，为什么你看得到这张表，我看不到？答案很简单，我有研究，你没有研究。我是博士，你是小学生，就这样，好不好？所以呢，有没有研究就很重要。有研究的话，这样就可以赚四十倍。 五十三倍、五倍、三十五倍、五十四倍，好，稳稳当当的呢。我们怎么做的呢？都有一张 list 出来，让大家呢去学习，好不好？所以呢，想要跟着周董荡荡的稳稳当当的赚未来，现在是不是两万一千六百点了，对不对？周董告诉你，两万一千六百点，在未来一年最少一万点的震荡，最少一万点的震荡，这一万点的震荡呢？ 所有的利润呢，都会花在荣耀五八八这个专案里面。所以呢，荣耀五八八专案呢，怎么样把股票中位买到？怎么样把股票我们的一拳买到？怎么样把股票二四六四的蒙利买到？怎么样把股票一六零八的华融从底部赚一倍多出掉？这个专案，周总保证一对一，你及时的都可以找到周董，好不好？麻烦呢，大家打零二二三二一。 九九三三来洽询，因为呢，你既然参加了，周总对你就有一份责任，这份责任就在荣耀五八八。谢谢大家。 本公司以往自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Hello，大家好，我下学在在汕导寺，我们就来看看汕导寺附近的路人都在听什么歌吧。哎，同学，同学，你下耳机里听什么歌啊？我在听这个哦。订阅理财周刊频道，我也很喜欢这个哎、欸，<的>太有 sense 了吧？拜拜拜拜。By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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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能不能再见面？好。Oh? 按赞、订阅、留言，跟我一起轻松理财。